我们的捐血运动呢，每次我们的同时举行捐献器官以及这个慈善环保。捐血运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金武每一年立场主办三次的捐血运动，我们是在四月、八月跟十二月主办捐血运动。那么捐血运动呢，在我们主办的期间呢，我们发现捐血的人士呢越来越多，这等于说我们这种推动工作已经获得公众人士的响应。自从捐血运动推动以来，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畅，而且呢，我们也平时也帮助了很多人需要血液来救命的人，尤其是他们已经有捐过血的人，都有在需要的时候都有打电话来叫我们设法帮忙，所以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关系跟中央医院血库呢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而且凡是有帮我们有帮助过捐血的人，他们都回去有做他们的义务宣传，都鼓励尽量多点人来捐血。其实捐血呢，不但是我们可以救命，可以助人，也可以帮到我们自己。你看好像每一次我们捐血呢，中央医院都派出很多专业人士，高级的护士呢跟医生在现场来给我们做现场的身体健康检查。凡是捐血的人，捐血部门呢都很注重他们的身体健康，所以说他就经过很严格的检查，发现你的身体健康绝对是允许的话，那么医院才会给我们捐血。那么回去的时候，我们他还把你的血液通过正常的检查，里面有些什么问题没有，然后照保血液才确保它是健康的才来救命。再说我们捐一次血呢，都会促使我们的血液循环带给我们更加的健康，所以很多人捐了一次血以后呢，他们都很自动的都会倒回来，每四个月三个月他们捐血一次。所以说这种捐血运动呢，是现在我们这个的卫生局里面推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健以及救人互助的一种很好的一种工作。因为捐血我们不知道这包血将来会救到什么人，但是呢你要知道，每次捐一包血出去呢，你的心肠里面就会感觉到我这包血是救命的。那么这包血出去的时候，真的是如果有些人真的得到你这包血能够救回这条命，我们这个功德是非常无量的。我们每一次的捐血运动呢，我们也有捐献器官运动。捐献器官呢，把我们的健康的器官当我们不需要用的时候呢，我们捐给人家，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永远的生存下去，发挥救人的一点作用。还有如果说我们捐血运动也同时主办慈善环保，也希望工作人士家里不需要用的能够注意环保的衣服啦、书包啦、电器等等都捐出来，我们把它捐献给慈善机构，把它换成有用的东西来帮助不幸的人士。慈善工作大家做到精神，希望大家的配合之下我们做得更好，帮助了更多人。谢谢大家。